请的是一对可爱的小花童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小花童进场。小花童有点害羞啊，我们用我们的掌声来引导。小花童的现身也象征着爱神丘比特的降临，也代表着我们彩礼家人纯洁无瑕的爱情。听众朋友，再次给小花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邀请的呢，是由我们彩礼家人好朋友所组成的男女冰上。今天男女冰上哥以及林妈妈进场，掌声鼓励，欢迎。欢迎大哥，欢迎妈妈，感谢男朋友，掌声鼓励。哇，看到这个脚步非常的雀跃啊，代表的显示出我们今天妈妈非常开心的心情。邀请妈妈入席主桌，进场，掌声鼓励。还有啊，尖叫声的地方。好的，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邀请新郎请留步。跟随着新郎官的眼光投射，现身在我们今天幸福大门的是今天美丽的新娘家里。当然呢，在爸爸的带领之下，也要来到我们今天幸福的会场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新娘以及女方主婚人进场，掌声鼓励，欢迎。爸爸牵着家里的手，一步一步的来到了今天幸福的开端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爸爸今天非常开心的时刻。当然呢，接下来我们首先呢，先邀请妈妈站到爸爸的身旁。新郎官，这个时刻我相信你心里面是非常的激动啊，而且非常的感动。我们首先邀请您呢，跟我们这个周爸爸、周妈妈行一个大礼。今天爸爸妈妈要将女儿的手交过给你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赐，所以在这边邀请新郎官一鞠躬，掌声鼓励。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谢谢爸爸。当然也要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谢谢妈妈。现场没有掌声鼓励，看到爸爸妈妈的笑容哦，也再一次的对我们新郎官的比个赞啊。当然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爸爸代表哦，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，来，现场朋友们的掌声。这个时刻呢，也象征着他们幸福旅程即将启程。接下来，新娘进场，掌声鼓励。新郎新娘，请往前走。在这个时刻，看到正为眼前的家人的手，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我们，象征着他们爱情生活再一次的升华。邀请我们现场朋友用热情的掌声，祝福他们天长地久，永浴爱河。用掌声祝福他们心心相印，早生贵子。用掌声祝福他们幸福快乐，甜甜蜜蜜，掌声不断，祝福不断。邀请新郎新娘入席就坐。